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接下来四月底，六港镇长补选，民进党将派出县议员黄镇彦出来竞选。国民党目标是目前六港镇长人选还搁在协调当中。180年度大学学测成绩出来，即届彰化县总共有7个学生来满分，中中5位，中路2位。虽然整体比去年减少1位，但是整体成绩是大大来提升。一个和平都树立有一户单身的白阿囝，爸爸因为糖尿病双脚来截肢，后生佫因为车祸导致手部神经萎缩，家庭经济是来陷入困境，相当需要外界关心佮帮助。各位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凯擘大中华新闻，我是吴秀文。今仔日是新历2月13日，旧历正月22日，礼拜一。咱先来关心着选举的消息。民进党伫咧花旦乡长补选的作业当中，以2400多票摕下乡长的补助，更加是花旦乡第一位民进党籍的乡长。接下来四月底六港镇长补选，民进党确定会由着县议员黄镇彦出马竞选。但是国民党的彰化县党部就表示，目前六港镇长的候选人因还搁咧协调当中。这是初步选的花旦乡长选举，民进党籍的李成泽二次参选，是以大赢到第二名2400多票的姿态，变作花旦乡第一位民进党籍的选长。花旦胜利是大大来鼓励着民进党，因为将六港镇长王贵美选到立委，彰化县选委会议定要伫四月底来进行六港镇长的补选。花旦的补选，国民党采取无提名，最后是去予民进党提起。第四位在六港镇长补选，国民党彰化县党部的表示，一定要团结起来。整个花坛乡长补选的结果啊，我们尊重啊花坛乡亲的选择。那么对于直接可能啊马上到的鹿港镇长的这个补选的问题啊，我想最重要，我们还是要加强党内的整合跟地方的团结。因为国民党私底下有几位地方民意代表有意思投入镇长的补选，不过这回立委选举，国民党在分裂的情形赢得相当的危险。这回补选，县党部强调已经积极进入协调当中。这个提名作业之前呢，那我想我们会先寻求党内各方的共识。那我想首先我们当然会先对有意参选或是我们党内啊各方的这个的领导或是领导干部啊，我们先来加强整合，寻求共识啊。那我想团结是胜利的不二法门，这是大家一定要有的认知。因为过去六港镇长从来唔捌有民进党籍，不过过年前总统大选，国民党伫六港镇输1000多票，因此国民党若无提名，阁用花旦开放的模式，要保掉六港镇可能的真拼。大众新闻中，谢良中华采访报道。101年学度的大学学测成绩已经出来了。这届学测全国总共有288位达到75级的满级分，彰化县有7个，彰化高中有5位，彰化女中有2位。彰化高中的校长一一颁发着奖学金，让这5位摕下这回大学学测满级分的同学。这五位满级分的同学当中，最特别的就是这2位，因两个人无要来选择读医学系，颠倒是要去读香港大学的财经系。会做出这个决定，除了兴趣以外，提早面对着全球化，甲学习着外国的语言的趋势，是这2位学生的共同点。可能以前的老师有鼓励啦，然后就是看现在国际的一个形势，我觉得要提早先适应一些英文的环境啊，香港就有提供这样的环境，而且香港大学在国际的声誉其实还算不错。对，家人就支持啊，支持你啊，对吧？一开始就想要去香港念嘛，对吧？他没有想说要在台湾念书，考不到香港才在台湾啊。
因为过去中中的学生若是考班级分，大部分拢会选择台大医学系或者是电机系。但是今年有两位学生唔拿无来选台大，更加是要出国去。对此，校长就讲：学生这么有远见，当然是值得肯定。鼓励我们学生呢是国际化哈。那当然，现在国外的也有很多很有名著名的很有名的学校哈。那学校，我想这边也是鼓励同学呢走到世界哈。到各地去学习这样子，所以我个人是蛮这个肯定的这样子。除了中中有五位科班结婚以外，中华女中也有两位学生科班结婚。这回大学的学测，咱中华关出七连班结婚，虽然比去年减少一位，但是整体成绩是大大来提升。香港大学，我们来了。多张新闻丢失量，中华彩虹报道。我们接下来关心一些消息，何必多处理一户单身的伯仔囝，老爸因为糖尿病双脚来截肢，后生又因为车祸导致着手部的神经萎缩，两个人都无法度外出来做工作，生活面临着问题。为着帮助这户人家，关富社会处甲关议员会同着里长，今仔日早起特别前往着慰问。双腿都截肢的老爸爸，必须靠家己坐上轮椅。后生因为车祸的关系，嘛无能力提供协助。何必多处理一户单身人家？因为爸仔两个人都是身障人士，不但无多趁钱，佮负担高额医疗费用，生活面对着相当大困难。哎呀，户口人我家己一个尔，阮两个尔，身障拢无方便。阮两个身障拢无方便，脚骨方便。阮老爸脚骨两只拢无，拢无方便。两只拢锯掉，我手骨规只拢萎缩。为着要帮助这个家庭，关富社会处议员、里长甲派出所所长，今日上午特别前来慰问。因为车祸手受伤造成神经萎缩的后生表示，伊希望会当有一份头路来饲家外口，而且爸爸嘛希望会使有一双腿来帮助伊落残。即马转来过了是大人，啊，我即马已经手。神经障碍吼，无法度趁食，无法度生活，啊！希望各界诶有关人士会当帮忙，到帮助者。社会处人员表示，单身伯仔囝因为行动不便，就连家己煮饭拢有问题，将会协助来申请社工到户送餐的服务。啊，若是陈伯伯希望补助义肢的需求，卖伫评估了后，为单身伯仔囝做出适当的照顾。大众新闻林伟婷何必彩虹报道。何必栽培着乌蛇兰的业者是愈来愈多，业者除了贩卖着兰花盆栽以外，也有在从事着品种的栽培，这价钱对50块到上百万不等。广告回来，带大家来了解。